初为鸽子飞腐叶，不生人法无我慧，先得业果不污秽，死生人法性空见，愿此一切我所行，不为八法念垢染，以知诸法如幻智，无执离缚而解脱。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南无奇缘会上佛菩萨。好，诸位善知识，首先让我们共同发起无上的菩提心，为一切如母有情速速从六道轮回的生死苦海之中解脱出来。所以呢，我们今天继续来学习般若性空的殊胜经典《金刚经》。那么我们看经文呢，已经学到了正信稀有分第六。那我们要知道呢，这个第六分和第七分呢，第七分是无得无说分呢，都是呢是无助以生性啊。其实一直到第二分呢，一直到那个第八分呢，都是讲性的。须菩提白佛言：世尊，颇有众生闻说如是，言说章句，生实性否？这一段呢，是须菩提啊，为了帮助众生能够断疑生性呢，而向佛陀提问。前面讲到了呀，因无所住，行于布施，这个呢是清净因呐，是与般若相应的呢甚深的因。无相而见佛，若见诸相非相，则见如来呀。那么这个就是无相见佛啊，是清净的果，是与般若相应的呢甚深果。如是与般若相应的甚深因果之理呀，不是一般人所能相信的，不是一般人所能接受的，也不是凡夫的意识思维所能彻度理解的。所以呢，须菩提为了断除众生的疑惑啊，而来向佛请问说呢：世尊呐，你这个法讲得这么深呢，这个般若法这样子的深妙啊，将来有没有众生听闻到这个无住而住、无住行思啊、无相见佛的因果甚深法门呢？听闻到如此甚深的金刚般若波罗蜜多啊，这个金刚语啊，能否升起真实的信心呢？有没有？是不是也会有一些众生，是颇有众生啊，听闻到如此甚深的空性妙理啊，能够升起，他们也能够升起真实的信心呢？这可见呢，实性呢很重要哦。生实性否，只有真实的信心呢，才能够深入佛法，
才能够呢得解脱。严格来说呢，要升起实性呢，是要能够断见惑啊，断见惑以后的性才是实性。那么小圣呢，就是证得初果、须陀洹果的时候呢，他得到了四不坏性，这时候他的信心呢是实性。这个之前呢，严格地说都不是实性呐、啊，大圣呢是在见道位上登初地了，得到静心地呀、啊，这个时候呢才是实性。所以可见呢，这个实性呢不是一般泛泛的信心，而是与般若相应的信心，是性智一如的信心。那么对于须菩提这个问题呢，释迦牟尼佛呢从四个方面来回答，四个部分啊。第一个呢，就是持戒修福，修福者能生性，能够入般若法门，能够修般若法门，这个人他的根基是什么呢？他的基本条件是什么呢？释迦牟尼佛就明确说了，要持戒修佛啊，持戒修福啊。那么呢，戒恒清净呢，忏罪积福。第二个方面呢，就是九级善根呢、啊，不是与一佛、二佛、三四五佛种善根呢、啊，以于无量千万佛所呢种诸善根，才能够真正信受呢般若法门。第三个呢，就是诸佛摄持。第四个呢，就是三相定计呀、啊。那么无我相、无法相、无非法相，哎，我相、法相、非法相呢，三相定计。我们先看前面两个方面的经文。佛告须菩提：莫作是说，如来灭后，后五百岁，有持戒修福者，于此章句能生信心，以此为实。当知是人不于一佛、二佛、三四五佛而种善根，以于无量千万佛所种诸善根。佛陀对于须菩提说呀，你不要这样说呀，不必要担心少有众生信受此般若法门呢，不但是现在的大众呢能够生实性，将来呀，如来灭度以后，后五百年呢，有能持戒修福的修行人呢，也能够于此与般若相应的甚深因果法门呢能够升起信心来，并且以此章句呢为真实义。后五百岁呀、啊、有三种解释。第一种解释呢，就是指释迦牟尼佛入涅槃以后的最初五百年。第二种解释呢，是指佛陀入涅槃以后呢一千五百年。那么第一个五百年是前，第二个五百年是中，第三个五百年呢是后，所以叫后五百岁。第三种解释呢，是指释迦牟尼佛入涅槃以后呢二千五百年，就是第五个五百年叫做后五百岁。我们都知道啊，释迦牟尼佛他的教法是一万二千年呐、正法一千年，相法一千年，末法啊一万年。那么也就是这个后五百岁呢，就是指末法时期最初的那个五百年啊。那么这个五个五百年呢，第一个五百年呢是解脱坚固，这个时候呢有龙树菩萨呀，有优波居多尊者啊等等呢，无量的圣者来度无量人得解脱，人的根气啊也很好，所以呢真正开悟的、明心见性的、得解脱的呢非常多。第二个五百年呢是禅定坚固啊，得解脱的人少了，但是呢还有很多人
能够成就禅定，四禅八定九次地定呢等等呢，成就的也还比较多。那么这个两个五百年呢，就是正法时期啊，释迦佛法运之中的正法时期啊。第三个五百年呢，是多闻兼顾，能够入禅定的都很少了，但是呢教法的传承还在，并且呢大家也都很愿意多闻佛法。第四个五百年呢，是塔寺坚固啊，那么讲经说法的都很少了，但是大家都很热衷于去建寺院去建塔，这个三四呢，这个两个五百年呢合起来一千年呢，是佛法的形式啊，还是啊相啊是，所以呢叫做相法时期啊。第五个五百年呢是斗争坚固啊，那么佛弟子之间呢都会因为宗派不同而起门户之争呢，真正呢实修的少了，斗争坚固啊。那么一般来说，这个后五百岁呢是采用第三种解释，就是第五个五百年。那我们知道吗，现在我们这个佛历啊有三种算法，从释迦牟尼佛入涅槃那一年开始啊，就是叫做佛历元年，那么如果按照南传的算法呢，现在是佛历2553年，释迦牟尼佛是公元前，按照南传的说法哈，是公元前呢544年呢是现入涅槃，那么加上2009呢，所以就是2553年。如果按照我们汉地北传佛教的算法呢，是3000多年了佛历啊。如果是按照十轮金刚这个历算法呢，是佛历2900多年。这个十轮历啊其实是非常准确的呀，他就是按照当时释迦牟尼佛出世的时候啊启明星如何升起来，然后呢第二天呢就出现了日食，以此呢一直推下来啊。而且他说呢，根据这个推算了他们这么多年嘛，每一次呢这个算的这个日食月食啊这些呢都非常准确，跟现在的天文学历法比起来的话呢相差不超过1分钟所以是非常准确的一种历法。按照那个一路推算出来呢，现在是佛历2900多年啊。有持戒修福者，这个是讲啊能够真正深信般若法门，能修般若法门的根器呢就是四个字，持戒修福。为什么持戒修福者是信受般若法门实修般若法门的根器呢？有四个原因。因为第一个原因呢是三学次第之中啊，凡夫呢能够持戒才能够离染污，不持戒呢就心不清净了，心不清净就不能够摄心一处啊，那当然呢就不能生般若啊，内在的般若智慧不能开显啊。所谓的一切法不生则般若生啊，这是龙树菩萨的开示啊，一切法不生则般若生，所以如果心不清净呢，是没有办法真正生般若啊。而且来说呢，福德智慧呀，犹如鸟之双翼，车之两轮，缺一不可啊。所以不修福呢，也是难以修慧呀。而且般若智慧无形无相啊，它就位置于修福之中。所以说，你看如来金刚经里面说法呀，总是呢不住有，不住空，破掉实执，同时呢又不会堕入断灭相，
哎，所以说因无所住而行不思，因无所住呢是破掉实执啊，而行不思呢是不啊，是不落入这个顽空啊，不落入断灭相啊。第二个原因呢，就是持戒之人呢、啊、能够少欲知足，修般若呢要能够离一切相啊，贪欲多的人呢必定呢不能离呀、啊，贪欲多的人，他这个心迷失得很厉害呀、啊，以为在外在的世界占有越多，就越快乐，其实错掉了，啊，只会让他越加负担重，越加执着重，妄想重，痛苦多啊，啊，所以呢，要持戒修福之人才能够修般若啊。而修福之人呢必定是深信因果啊，深信因果呢就不会偏于断灭相啊，啊，那么所以呢归纳起来说呢，不住于相则持戒者最适宜，因为他少欲知足啊，所以呢他不执着于一切相，就能够呢容易做到不住于相啊，不入断灭相呢则修福者最宜，哎，那深信因果啊，来修福啊，所以呢他不会落入到断灭相之中，因此呢可见呢、啊、持戒修福者呢是真正能够修般若法的根基，哎，那么可见呢深信因果啊，业果如理取舍啊，不造非福业呀、啊，是修般若法的基础啊。首先要生于一三业清净，哎，深信因果。这个非福业就是恶业了，不造恶业。哎，懂得佛法的人看一切都是可以看到佛法呀。正如本经上所说的，如来说一切法皆是佛法。他要看二十五死呢，看到的都是佛法呀。看到的呢都是因果啊，比方说送死，哎，北宋啊开创者宋太祖赵匡胤呐、啊，他死了以后呢，我们都知道不是他的儿子继位，而是他的弟弟啊，弟弟呢赵光义呢继承帝位，号为宋太宗啊。那么对于赵光义继承地位的合法性呢，其实历代呀都是不断有人怀疑，很多人都怀疑这个赵光义呢是趁他哥哥啊病得很重的时候啊，用斧头把他砍死掉，然后呢砍死了他的兄长，然后呢来继承地位啊，几乎就没有人相信呢后来赵普啊弄出来的那个金匮密约。明朝的人呢、啊、他们的笔记之中呢就指出赵光义呢受到了那个因果的报应呢 啊果报恶报啊，赵光义的儿子宋中宗啊，宋真宗啊赵恒，他的孙子呢是宋仁啊，宋仁宗啊，宋仁宗呢赵祯和他的重孙子啊宋英宗赵旭，这个连续几代呢，连续几代子孙呢，三代子孙呢都是精神病患者，都是一度昏聩呀不能理事，哎，所以这个宋朝整个呢都是济贫，都是比较弱啊，这个一个呢是这个赵匡胤他自己是杯酒释兵权呢、啊、他是发动这个陈桥兵变呢得取天下，所以呢他也很担心他的那后来的那些部将那些武将啊，把这个利用兵权把天下夺过去，所以呢久将不知兵，兵不知将啊，而且呢加上他的那些子这个赵光义啊，宋太宗啊，他的连续几代的这个子孙呢、啊都是精神病患者呢，嗯，那么
尤其是到了后来宋钦宗呢被金兵俘虏以后呢，我们都知道宋徽宗宋钦宗都是给那个金国的人呢、啊、俘虏然后带到北方去了啊。那么逃到南方的杭州来继位的宋钦宗的弟弟呢，就是啊南宋的啊宋高宗呢，高宗他也断了后，他自己没有子嗣，那么他的昭慈皇后呢啊就曾经做了一个梦啊，史书上记载说呢，常感异梦，密为高宗言之，高宗大悟。他做了一个梦，这个皇后做了一个梦，这个梦里面很可怕了。后来呢，这个但是史上没有记载到底是个什么梦，但是我们看高宗的这个行为就可以知道大概是个什么梦。所以呢，这个高宗大悟以后呢，他就没有从赵光义这个子嗣里面来选人继帝位，而是呢选出了赵匡胤的第七世孙赵慎来继承帝位，也就是宋孝宗。那么也就是这个帝统啊又回到了宋太祖这一系了。这一类就很多啊，如果是要有懂得佛法的话呢，看这个二十五史啊，那看这个因果啊，就看得非常清晰。那我们就知道了，深信因果，业果如理取舍呢，不造非福业呢，这个是修般若法的基础啊。第三个原因呢，就是前面说到了，因无所住，行于布施啊。这个布施呢，就是舍啊，就是能够放下呀。持戒之人能够舍世间之欲，修福之人呢能够舍自己的财产呢、啊、所以正合般若的道理啊。第四个原因呢，就是修般若就是呢自尽其意啊。那么修般若的基础呢，就是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不作恶呢是戒呀、啊，做善呢是福啊。所以呢修般若呢要先能够遮止恶业呀、啊、正如提婆菩萨在中观四百论之中所说的啊，初未遮止非福业，不生人法无我慧，先得业果不污秽，使得人法性空见。所以说呢要持戒修福我们听闻的金刚经呢不是口里面说空就好了，那个没有用啊。要努力陶冶自己，使自己呢成为堪受般若大法的法器，才能够呢真正超出生死轮回呀、啊、不要把佛法当作一种知识一种理论来学习呀、啊、而这个基础是什么呢？就是要能够持戒修福啊。那么第二达呢，就是久修善根呐、啊。经文上说呢，当知世人不于一佛、二佛、三四五佛而种善根，以于无量千万佛所种诸善根。这一段经文呢，有三个重点。第一个重点呢，就是于无量诸佛所种诸善根的原理。我们都知道了，世间的善根呢是无贪无嗔无痴啊，出世间的善根呢就是精进呢、啊、其实广义的来说呀，福德智慧两种资粮啊名字为善根，因为它呢是引申出出世无漏圣果的根本啊，是获得解脱自在的基础啊，所以呢就名之为善根啊。我们从初发菩提心一直到圆满成佛呢，要经历三大阿僧祇劫啊，时住时恒时回向呢名字为
远波罗蜜，初地至七地呢就名字为近波罗蜜，八地至十地呢就名字为大波罗蜜。那么要经过三大阿僧祇劫才能够圆证大菩提呀、啊。那么期间三大阿僧祇劫之中所修的福慧，又如何能够令其长久不失，乃至于使善根不断增长，直至圆满成佛呢？唯识中啊，他那个原理呢就讲得很透彻，就讲到阿赖耶识呢是受熏此种根生气，去后来现作主温。受熏此种啊，这个四个字呢就说得很透彻了，就可以说明怎样子在无量千万佛所来种诸善根呢。那我们都知道眼耳鼻舌身意莫诺，这个前七识呢是蒙熏呢、啊、称之为转识啊。第八阿赖耶识呢它是所熏呢、啊、称之为本识啊。那人熏有四意，所熏有四意啊，我们学那个八识规矩颂啊就很清晰了啊。那我们学佛的人呢，破一分执着，断一分重障，就能够呢生一分般若智慧呀、啊。止一分恶业，当下呢就生一分清净福德啊。那福德不断地随着这个前期转识呢熏习到阿赖耶识里面去，集存于本识之中。那本识之中有漏的染污的种子呢就减之又减，一直到全灭灭尽。福慧的清净种子呢增之又增，一直到圆满啊。这个时候呢染污的本识阿赖耶识呢啊，这个本识啊它就转过来了，转为清净的无垢识啊。这时候呢它不叫啊，它不叫障识了，它叫无垢识了。这个时候呢称之为大圆净智了，转八识成四智了。唯识中呢也称之为转一呀、啊。所以呢持戒修福的修行人呢、啊、能够在诸佛前广种善根，直至圆满成佛。哎，所以我们可以知道我们现在能够听闻到这个金刚经呢都是九种善根呢、啊、哎，维摩诘经上面也说啊，天女曾供养九十二亿诸佛。哎，那么这一段呢第二个重点呢就是有人问呢，既然我们能够听闻金刚经呢，那么这个善根是这么深厚啊，已经于无量千万佛所种诸善根呢，我们过去曾经供养过无量诸佛啊，那为什么都现在还落到这个地步呢，还是这么烦恼重重可怜兮兮呢？哦，我们现在呢真正能够学习到金刚经呢、啊、就能够恍然大悟哦，之所以到现在还在流转生死呢，只是因为我们数次的修行呢、啊、都是着相修行啊，没有能够离四相啊，还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受者相，还有法相、非法相啊，哎，还有我在修福，我在供佛，我在持戒呀、啊，我在禅修啊，念念都没有离开我啊，这个生死轮回的这个种子没有斩断呐、啊，无名实执这个根源还在呀、啊，所以呢，不能了生死，不能出三界呀、啊，都是被这个我见所害了。啊，所以呢我们要能够敢于担当啊，我们是能够堪受般若法的法器，已经呢曾与无量千万佛所呢种诸善根。那么第三个重点呢就是讲持戒修福啊是修般若法的下手之处啊。有些人一听到这个般若经啊金刚经啊讲得这么深啊，哎呀头都是晕的了，觉得这个般若法门很难修，空也不对，有也不对，怎么都不对啊，开口就错，觉得这个很难修。其实呢只要在持戒修福的同时啊打
破执着，破除执着，当下呢就是与般若道相应了。我们看发起序中啊，释迦牟尼佛欲说般若，先呢视同于凡夫，着以慈薄弃食，这个就是持戒呀，令众生生惭愧，而啊，这个就是呢修福啊。所以可见呢，持戒修福啊，就是暗合道妙。因此呢，对于学佛已经能够修福的人呢，我们要劝他持清净戒；对于已经能够修福持戒的人呢，要劝他修般若；对于已经能够修般若的人呢，要劝他修净土求生极乐啊。因为净土法门与般若法门是二而不二啊，这个是啊般若法的下手之处啊。第三达呢，就是诸佛摄持。我们看经文，文是章句，来自一念生净信者，须菩提，如来悉知悉见，是诸众生得如是无量福德。如是之人呢，他听闻到《金刚经》的章句义理啊，对于无生大空性的法义啊，乃至于能够升起一念清净信心的人，如来呢都能够以无上圆满的大智慧一览无余了之，看见悉知悉见呐、这些众生他获得的福德呢无量无边，得如是无量福德啊。这一段的重点呢是两个，第一个呢就是什么是净信呢，信呢有种种的分法，可以分为养性和正性。养性呢就是我还没有证到空性，但是呢我崇仰释迦牟尼佛，我深信如来是真语者、实语者、如语者、不妄语者、不异语者、不旷语者，所以呢我对于佛陀所说的完全相信，养性呢、这个我相信一个人，然后他所说的呢我都相信，第二种是正信呢，就是正道而信呢，他已经真正现证空性了，这样子呢他自己是过来人，他有觉受有正量，当然就深信不疑了。信呢还有一种方法，就是可以分为呢正信和净信，这个正呢就是正确的正啊，正信呢就是在见到以前呢，这个时候呢还存有分别我执、分别法执，心呢还没有真正清净，但是呢因为有传承系统完整的文法呢，所以呢树立了正信。净信呢就是更上一层楼啊，它是属于见到位、修到位的阶段呢，这个时候呢分别我执、分别法执呢已经破了，心已经真正清净了，心真正清净了的信心叫做呢净信，纯净的信心到了极点，不生一念一虑，一丝一毫的疑虑都没有，名字为呢净信啊，一念生净信呢、这个就是说哪怕最少最少只是一念之间能够升起净信，这个纵然这个净信不能够长久的保持啊，都有无量的福德，为什么？因为一念净信呢、就是我们的本性放光明啊，纵然是像闪电一样一瞬间呢就消失了，也是极为稀有啊，因为我们无量的生死轮回之中啊，从来我们的本性都没有放过光啊，现在能够放光了，有一次呢就会有第二次，就会越来越密集的放光，一直到圆满成佛，所以呢一念生净信呢都有无量福德。譬如六祖慧能大师啊，他在卖柴的时候听到这个湖北的
特当读诵金刚经呢，就眼下大悟啊。这个眼下大悟呢，就是一念生净性。哎，后来到五祖那里得法啊，然后呢开宗立派，传南宗顿悟法门呢，乃至于呢后世开演出五家七派呀，开创中国大圣佛法的新气象啊，啊，令正法久住啊，啊，追根溯源呢，这个源头啊，都是因为一念生净性，放光明啊。所以这个一念生净性的福德无量无边呢。第二个重点呢，就是说为什么众生一念生净性，如来都能够悉知悉见呢？因为如来是指法身呢、啊，世人一念生净性呢，就是与法身相应呢，就是与如来心心相印，光光相照啊，如来悉知呢，就是彻悟佛性啊，心心相印啊，如来悉见呢，就是初开佛眼呢、啊，光光相照啊，自己的性光跟如来的性光呢，是光光相照，是初开佛眼呢、啊。如来是以无心为心呢、啊，无心之心就是心的本体啊。所以说呢，一切众生他的心念起伏呢，都是法身如来心内之事啊。当然呢，就能够悉知悉见呢、啊，啊。那么接下来呢，就是第四部分的回答，三相定境。可以故，世诸众生无复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无法相，亦无非法相。这一节呢，也有三个重点。第一个重点呢，是为什么一念生净性能够得到如是不可思议的福德呢？因为啊，正如龙树菩萨所说的啊，一切法不生，则般若生呢、啊。对于般若空性呢、啊，生净性者呢，他已经远离了分别执着，不再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不再有呢从法上起执的法相，不再执着于这个法实有，所以呢，不再有这个法相，也不会呢。安着于空无的非法相，这个空是药啊，啊，这个空的药呢是要对治众生的实质啊，实质有我，就以空来对治它，证我空；实质有法呢，也是以空性之慧对治它，那么呢，有法空。我把二空都消了以后呢，如果你还执着于这个药呢？它也会成为病呢、啊，成为空病呢、啊，所以呢，也要呢，不能够单着于非法相啊。无我人是相呢，是破人我执，证我空啊；无法相是破法我执，证法空啊；无非法相呢，是破非法执，是证空空啊。所以呢。什么是这个我执法执啊？那么执着于能取，有一个能取的，这个叫我执啊。众生妄执于有能够主宰的自体啊，这个就是我执啊。那么执着于所取呢，这个就是法执啊。于所取的法相上转，妄执于有实际存在的啊实有的法，这样子呢就是法执啊。啊，我执法执呢，都是在有为法上呢来起执着，我执呢是在能取上执着，法执呢是在所取上执着。
如果于无为空寂不生不灭上来转呢，妄执于有一个空存在呢，这个就是非法执啊。那么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无法相，亦无非法相。那么关键呢，其实就是要能够在日常生活之中来检验自己啊，不是空口说啊。假如遇到有人诽谤来诽谤呢，我能够不生嗔恨心吗？假如遇到了色身香味触法，能够不起心动念吗？这些呢都是看我们到底是不是真正的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无法相，亦无非法相啊。要真正做到呢不容易啊。众生呢他是遍计所执性，遇到什么就执着什么啊。我们说一个公案好了北宋时候啊，我们都知道有一个著名的居士啊，苏轼啊，苏东坡。他这一辈子呢也很坎坷，但是呢他也比较有智慧啊。那么他也很喜欢参禅。有一天呢，他就看到一个公案，公案说呢，赵王啊，有一次呢去拜访赵州禅师，禅师呢知道赵王来了，他并没有起身迎接，而是照样呢躺在禅床上，就在禅床上呢来迎接赵王，并且说呢，老身呢年纪大了，身体呢又有病，所以呢不能够专程呢来迎接大王啊。那这个赵王呢，他不单单是不计较，反而呢更加赞叹，赞叹赵州禅师啊是本色道人，是真正的修行人啊，不会在乎这个世间的名利富贵，不会说你哪个官大我就要出来接你，所以呢就更加敬重他，那么宾主啊尽欢而散之后呢，赵王回去以后呢还专门派遣一个将军呢，送了很多礼物呢送到寺院里面来，送到这个观音禅院呢，也就是现在的河北的百莲禅寺啊。那么很奇怪，赵州禅师呢他反而自己呢出到山门口来迎接这个将军了。将军走了以后，弟子们很不理解啊，就来问禅师说，师父啊，因为老人家年纪大了，那么昏聩迷糊赵王来了呢您不接，将军来了反而去接，奇怪了。那么禅师就回答说呢，你们要知道啊，上等的人来呢，我是在禅床上啊以本来面目来迎接，不接而接。中等的人来呢，我就在课堂接。下等的人来呢，我就到山门口去接呀。那么苏东坡看到这公案呢，他就认为理解了啊，他就认为已经呢、是深解禅心呐、深悟禅的妙趣呀、所以呢，他就马上呢修书一封啊，给他的师父佛印禅师，说呢要去拜见禅师，并且呢还要请法，并且还特别强调呢，就请禅师啊效法赵州禅师迎赵王的那个公案呢，不必要来迎接。苏东坡呢他就以为自己已经真正的深解禅心妙趣了，所以呢要请求佛印禅师呢以最上圣之礼呢不接而接。哪里知道他去了寺院的时候呢，就看到佛印禅师站在山门口啊。苏东坡呢就嘲笑禅师说，师父啊，到底你老人家道行还是比不上赵州禅师那么洒脱啊，你怎么还是免不了这些世间的俗套的礼节呢？那么佛印禅师就很淡定的就说了一个弟子啊，说赵州当日扫千光，不出山门迎赵王
怎似金山无量相，大千世界一禅床。苏东坡呢，他是着了一个法相啊，他着的是淫界的法相啊，他有种种的法相。他认为坐在禅床上不动呢是上等的礼节，到课堂是中等，到沙门是下等，他着了法相啊。而佛印禅师是什么？是无法相亦无非法相啊，以大千世界坐禅床，哪里有起卧之相呢？是真正开悟的人呢啊。那么本节里第三个重点呢，就是与般若空性义理啊升起定解以后呢，乃至一念生净性呢，它不可思议的妙用呢，就是能够在极短的时间之内呀，能够达到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无法相亦无非法相，能够达到这样子的解脱的境界呀。哎，所以这个很重要啊。如果是你哪怕只是一刹那之间一念生净性呢，就有这样子的妙用呢。为什么？因为譬如这个鱼已经上钩了呀，你把这个线收起来，收线的时候呢，就能够把这个鱼拉上岸来呀。同样的呢，我们现在能够听闻到金刚经啊，这样子殊胜的无声大空性的妙法呀，在我们的心相续之中呢，已经种下了般若空性智慧的种子，已经对于甚深无声大空性呢升起了坚定的信解。那么呢，我们虽然外在的身体看起来呢是跟一般的凡夫一样，没有什么不同啊，但是呢要知道，我们将在短时间之内呢能够断除我执、法执、非法执，能够证得我空、法空、空空。哎，所以啊非常随喜赞叹我们大家呢都是最有智慧的这种选择啊，能够放下一切呢来学习金刚经呢啊。弥勒菩萨愿文上说呢，无我无人无寿命，愿证无法究竟义，其实都是说什么无我人事相、无法相亦无非法相啊。所以说呢，愿证无法究竟义呀。中观四百论上面呢，提婆菩萨也开始说呢，以一法空性即一切空性啊。般若摄颂上说呢，知自及诸众生等乃至诸法亦复然，能够通达我是呢五蕴假合而证悟空性呢，那么呢又知道众生当然都是毕竟空性呢，那么更进一步就知道一切诸法呢都是无生大空性呢。好，我们继续看底下的经文呢，是何以故是诸众生若心取相，则为着我人众生受者；若取法相，即着我人众生受者。何以故？若取非法相，即着我人众生受者。是故不应取法，不应取